大家好，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和齐鲁工业大学合作完成的这套生物培养系统。这套系统由培养系统、空气系统、蒸汽系统、控制系统、管路、阀门、辅助系统以及平台支架等组成，可以实现自动控温、控压、pH 调节、消泡、自动留加补料等自动化控制。灭菌系统可实现一键式全自动灭菌。这边是一套10升的四连罐生物培养系统，我们给发酵罐配备了高精度的伺服电机，可以实现搅拌转速的精准控制，然后同时配备了这个灌溉的提升系统，可以更加方便对罐内进行清洗以及搅拌桨液的快速更换。这台10升的发酵罐培养完成之后可以进行移种，然后至这台100升的发酵罐之后进行扩大培养。整套设备可普遍适用于科研院所以及企业的微生物实验室。这边是两台50升的发酵罐，这边这一台是500升的发酵罐，同时配备了酸罐、碱罐和100升的补料罐。我们给100升的补料罐配备了称重传感器，可以实现留加物料的精准计量。